这是吧？外头面皮。就是可以热着吃吗？可以。哎，给我炒一份啊。要个大点小碗。来个小碗就行了。有两种。哦，就这么一个小锅。辣椒都要，要都要。牛筋面，碗粗。他说好像我之前碰到你在那儿摆过是吧？盖这里盖这里。我是来到太原之后才吃到炒面皮，别的地方很少碰到。哎呀。好嘞。哦，炒灌肠、炒担担面都有。对。这面皮是自己做的吗？对。这都是自己做的。对。哎呀。凉粉、面皮、灌肠、担担面。好嘞。这小份看着也不少啊。来不多。这味精。要既要的能看。都要都要。哎，大叔，这一份小份怎么卖？七块。小份七块，大份是多少？十块。哦，大份十块，小份七块。这就炒好了。炒嘞。好嘞，我就在这里吃啊。来尝一下。哎呀，香啊！来来来看一下啊，这就是山西太原炒面皮，大叔就在路边摆摊啊，生意不错。大叔，像这个凉的卖怎么卖啊？六块。六块。嗯。好嘞。卖好。嗯。外甥在不在这？那个南海圣都。啊，在上面哈。牛筋面。那不是在个南海圣都？对对，南海圣都。对。这个料都是自己调的。啊、哦，都是自己做的。这边是。料汁，你这十一块面皮多长时间了？三十多年，三十多年了。哦，哎呀，就卖这个卖了三十多年，哦，厉害厉害。面皮啊什么的都可以混合着炒啊。凉皮，卖面皮，卖面皮的过来了，有凉皮。啊，这个就是牛筋面。面皮、灌肠、担担面、牛筋面、灌肠，还可以混合着炒牛筋面。大叔，来一点辣椒不？哦，好的。他说混合的炒也小份也是七块哈，一样，价钱是一样的，少了一点。哇、哦，这个辣椒看着很有，很不错啊。我说他肥的。两个十四块，一个七块。牛筋面啊，这是牛筋面啊、嗯！刚刚啊，在街边碰到一个大叔卖炒面皮，冬天吃炒面皮啊，舒服。大叔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李良。李良。哦。大叔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六十。六十了？哎呀，六十还在这里摆摊卖炒面了？哦。炒面皮。六四年嘛，正好六十。正好六十。嗯。我先尝一口啊。嗯，有点不错。啊哈。还有豆芽。来山西后啊，发现这边的人喜欢吃面皮，冬天喜欢吃炒面皮、炒担担面。还有牛筋面、炒灌肠，灌肠也可以炒，是吧？哦，好的。就这一个摊啊，在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一个医院的门口，